肉是什么呢？对，是麻辣鸡吗？辣鸡，它是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开始加，哦，是有点往后推的感觉。再一次的介绍一下我的厨神，对，厨神是他，然后这个是来插花的。所以你要我现在亲你的吗？可以啊，当然不行啊，我们是朋友。其实没有不需要因为绯闻，然后就不用就是不一起工作，因为本来就是好朋友，本来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个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没有什么好避嫌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很正常，很正常。